你拒绝和意见，你在嘴预报与冲的王位，他随即准备了一个圈套。皇城有撒谎精，更不利在他前面。有一为二的礼物，无法理解。你以父亲名字命名，在倾国江当有名，可是避免与与春的人交道，与他在一起就傻，将永远会服不了。若有这夜的机会，朕很愿去。八本机会分成三部分，在三部分中这一块能告诉大家，为避免将来的灾难。金子与铜矿同样的光亮，包有许多重视朋友的目标。某人在整个一生中无有那样朋友，注定忘却的是。